我们要下去上去救人，他们改变这边的通道，浓烟很多，我们还在找。走，我们去西侧。志远，志远，志远掉到需要后，天井好像昏迷了，请求支援。林一阳怎么是你？没时间解释了，我们先出去再说，快！那你还在等什么啊？再等下就火势越来越大，你要负责吗？你已经长大，不需要练了，你也不用那么怕犯错。 你不知道吗？可是有一些错误，是永远没办法弥补的。志远，你听到了声音吗？志远，他们要怕，再怕也来不及。每周一晚间10点，TVBS 42台《火神的眼泪》。